要进，然后一关一关的来面对，然后复健的路很漫长。那你我们之前的一个气泡的一个经验啊，一个我们也都是走过来的，都是一样的一个每天都是复健在复健。那也希望说你们应该是不要放弃自己，那要对自己有信心。那我相信每天就是复健在复健，然后配合我们的专业的医师以及医务人员复健师，我相信你们会好得更快。